凯尔萨斯王子，你迟到了。我以为你们精灵以守时的美德为傲。加里索斯大人，这次真的没办法，我们碰上了一群渡海而来的夜精灵，而且我没有兴趣听这些毫无用处的借口。你们精灵来这里是为了替联盟效命，所以我说什么你们就得做什么，明白了吗？是的，加里索斯大人。不死族发动了另一波攻击，准备拿回达拉山。他们的主要部队往南行军，穿过银松森林，但我们在山脚挡住了他们。大人，我的部队就绪了，我们什么时候要出发到前线？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，不过你的族人要在这里留守。根据斥候回报，有第二支攻击部队正从东边朝这里前进。你去修好外头的观测所，这样我们才能监控那个区域。可是大人，我们是战士，不是……你接到命令了吧，凯尔萨斯王子？你的精灵耳朵应该听得很清楚才对。快去！不讲理的混，那先处理这个命令吧。很好，谨遵旨。完工了，这个观测所修好了，我们得快点去处理其他地方。我会尽力而为。可恶，我们必须找个方法穿过湖，才能抵达那边的金矿。有那家为恶魔伊利丹效命的家伙。善良的王子，我们现在靠自己了。我是瓦许女士，我们族人没有恶意，只是想来帮助你。女巫，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助。是吗？我还以为你们需要船只才能抵达你想去的观测所呢。难道你会免费送上吗？女士，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？凯尔萨斯，我们两个种族有相同的起源，如今我们也面对相同的威胁，共同对抗不死族。这些船只是一点小意思而已。那我就接受你的好意吧，多谢。报告，加里索斯大人，观测所已经照你的要求修好了，我们正准备要……我从前线接到了坏消息。你真的和邪恶的那家来往吗？是的，大人，他们帮我们过湖，我向你保证，他们没有任何敌意。他们不是人类，就应该像其他敌人一样灭亡。血精灵，你最好搞清楚自己效忠的对象，我不会容忍我的手下出现叛徒。现在我得回去前线了，你继续留在这里待命。你好，凯尔萨斯王子，加里索斯总元帅有话要转达给你。前线有什么消息吗？看来你修好的观测所侦测到附近有一大群不死族部队。加里索斯大人下令要你消灭这些不死族，不能让他们前往达拉然。听起来蛮轻松的。很遗憾，你的部队可能会有点单薄。你得知道，加里索斯大人也同时命令所有步兵、骑兵和支援部队马上到前线回报。你的部下必须马上行动。这实在太可笑了，我拿根棍子再出一张嘴就有办法对抗不死族吗？总元帅对你的能力很有信心，你想得到办法的。加里索斯，我开始讨厌这个人了。凯尔萨斯王子，他们拿下了我们外围的基地，我们被敌人包围了。
只能放弃那些基地了，我们另外想办法。也许努达蒂尔凯尔萨斯王子，我们来和你一起对抗邪恶的敌人。你好，瓦雪女士，我很乐意接受你的帮忙，但是我效命的指挥官并不喜欢你们。看来他没在这里和你一起同甘共苦。我的手下可以壮大你的部队，否则你和你的族人都会战败。你说的是事实啊，不过我接受你的提议，瓦许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战斗吧。我们的城镇受到攻击，应该要立刻动身。成全我的复仇，我们的愿望会实现。我们的部队受到攻击，可以。好啊，非常感谢你，女士，没有你的协助我们不可能获胜。不过接受你的协助也让我惹上了麻烦。你追随的人类谁都不信任，只信任自己人，他的荣誉感和他的包容心一样肤浅。我得要恪尽义务，效忠这个人和这个失败的联盟。只不过我们的家园毁了，那些盟约看来也失去了意义。现在我只知道我和族人都渴望拥有某种东西。那么年轻的凯尔萨斯，你们该找一条新的出路了，追寻力量跟荣耀的道路。我也说不上来，但自从家园毁灭之后，我和族人都觉得非常空虚，精神也十分不济。这股渴望让内心失去其他感受能力。凯尔萨斯，我了解这种渴望。你的子民已经对魔法上瘾了，就跟我们一样。魔法在你们的血液中奔流了上万年，现在你的家园受到腐化，太阳之井也没办法给你们力量了。我们与生俱来的力量全员消失了，如果不能找到新的魔法来源，我的人民一定会死。凯尔萨斯，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力量来源，比方说恶魔。这太疯狂了，女士，我们绝对不会走到那一步。我知道你不想那样，但是凯尔萨斯王子，总元帅加里索斯已经到了，他带着大批部队过来。该死，瓦雪，你最好先离开，我没办法保证你们的安全。有那迦战士，别管他们。好啊，凯尔萨斯，你终于露出马脚了。我就知道你和这些那迦结盟了，现在罪证确凿，你们这些叛徒等着被处决吧。求求你大人，放过我的手下，这是我个人的决定。省省你的力气吧，我从来就不相信你们这些傲慢的精灵，一开始就不该让你们加入联盟。等了这么久，总算能处理你们了。把他们带走。我怎么可以看着族人受苦？如果一直关在牢里，这股对魔法的渴望会吞噬我们。叛徒，那很快就不是问题了。加里索斯大人打算在黎明处决你们。太阳怎么还没出来？我总觉得那些精灵怪怪的。别担心，这座监狱是奇伦托盖来防止魔宠逃走的。在这些魔法牢笼里，精灵的魔法起不了作用。你好，凯尔萨斯，看来我们来的还不算太迟。一点也不迟，瓦雪，你来得正好，我又欠你人情了。可是就算救出族人，我们也逃不走。加里索斯的部队人数是我们的十倍。你得做出危险的抉择，你可以继续待在这边，死在人类手中，
或是选择黑暗之路来重获自由。黑暗之路是什么？我们上面的城市有个传送门，能通往另一个世界。是的，我的主人伊利丹就在传送门的另一边等着我们。带你的人民去找他，他会为你打造新的命运，他会满足你们心中不断燃烧的渴望。是要与流浪的恶魔为伍，还是带着我的人民走上必死之路？我根本没有选择，瓦许。我们得先救出我的副官，这样才能召集其他人跟我们一起突围。就照你说的做。应该要立刻动身。我感觉到附近有强大的灵魂在躁动。天谴军团侵略的时候，阿萨斯杀了好几个大法师，这些法师的灵魂无法安息。我们看不到他们，但也许可以找出他们，让他们平静。我感觉到有难以说明的东西。太好了。真令人焦躁。我会尽力而为。非常乐意。很好。太好了。谨遵指示。我会尽力而为。很好。应该要立刻动身。时间不多了，凡人。到底在拖什么？非常乐意。很好。我会尽力而为。谨遵指示。非常乐意。听你号令，太好了。凯尔萨斯王子，遵命。太好了，谨遵指示，非常乐意。很好。墙壁另一边有个开关，可以把这些生物放出来对付警卫。非常乐意。太好了。很好。谨遵指示。我会尽力而为。谨遵指示，非常乐意。让火焰净化一切。太好了。我会尽力而为。如果警铃大作，他们会派精英部队来阻止我们。太好了。精英部队朝我们过来了。谨遵指示。太好了。很好。我会尽力而为。我会尽力而为。很好。别让他碰到警铃。太好了。非常乐意。谨遵指示。我会尽力而为。非常乐意。太好了。
等你指挥。需要帮忙吗？如你所愿。我要为同胞复仇，谨遵指示。很好。有事吗，朋友？我要为同胞复仇。我感觉到有难以说明的东西，非常乐意，我会尽力而为。很好，谨遵指示。非常乐意，太好了。能看到你活着真好，王子，请下令。我会尽力而为，谨遵指示。太好了，我会尽力而为，很好。非常乐意，谨遵指示。太好了，谨遵指示。我会尽力而为。应该要立刻动身，非常乐意，太好了。带领我，给我命令。需要帮忙吗？下令吧。到底在拖什么？给我命令，带领我。有事吗，朋友？真令人焦躁。很好，太好了，我会尽力而为，非常乐意。太轻松了。我要复仇，让火焰净化一切。谨遵指示。很好。那些该死的精灵逃走了，光靠我们没办法抓住他们。没必要自己去，我们可以放这些生物去追他们。凯尔萨斯王子，你已经做了够多了，别太苛责自己。卡山，你替奇伦托效力过，但是这组织已经是过去式了，而我和人民无论如何都要离开这个该死的监狱。看到善良的法师沦落至此，真令人难过。小子，你就做你要做的事吧。以艾萨拉之名。瓦雪，我的族人已经就绪，现在我们只需要前往你说的传送门。就善良的王子，传送门开得够久，才能让每个人都传送过去。但加里索斯的部队应该会在我们全数撤退前展开攻击。那我会挡住他，尽量为你争取时间。各位同胞，全军戒备，动作快，加里索斯的部队随时都会出现。凯尔萨斯，我们抵达了，现在要开启传送门。
凯尔萨斯王子，达拉然原本的防御系统是我和其他工程师一起打造的，我们可以从这些废墟中回收资源，建造你认为合适的防御塔。真是好消息，最好马上行动。该死的精灵，我就知道他们打算这样做。别理那些可恶的塔，给我毁掉那个传送门，那些叛徒哪里都别想去。用炸药攻击传送门，谁能毁掉传送门，我会大力表扬他。成功了，传送门开了，大家快点动身。很好，瓦许，如果我们能够建造更多的防御塔，应该可以挡住加里索斯的部队，争取到足够的时间进入传送门。希望你是正确的，要是传送门毁了，我们所有人都活不成。很好，非常乐意，我会尽力而为。我很快就会做好。时候到了吗？太好了，真令人焦躁。让我来大闹一场。萨斯，所有人都进传送门了，快点撤退，我们要关闭传送门。大家听着，全部撤退，撤回传送门。年轻的王子，现在距离实现天命之声最后一步了。瓦许，这个荒凉的地方是哪里？年轻的王子，这个被破坏的世界叫做外域，本来是兽人的家园，也是德拉诺最后剩下的土地。真惊人，我记得卡德加在几年前率领联盟的远征军来到此地，他当时差点就能消灭掉所有的兽人。奈祖奥当时打开了好几个巨大的空间之门，企图逃跑，但只是让这个星球四分五裂而已。没错，如今我们前来此地，在这个死寂的世界中寻找主人。伊利丹为什么会来这里？吸引他来到这片贫瘠荒地的原因是什么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总之我们必须快点找到他。说的没错，其实我很想快点见到他。如果他能治好我的人民对魔法的渴望，我很乐意为他效命。这地方让人十分不安，我们已经行军三天了，完全没发现任何生命迹象。不过我一直觉得还有其他人在。没错，风向改变的时候，我的确闻到了。是夜精灵，他们来这边做什么？那个典狱官叫马义夫，他不计代价要抓回伊利丹，他一定是带人来这里追捕他。你看，伊利丹被关在笼子里面，夜精灵一定是要把他带回基地。我们必须在敌人抵达之前救他出来。谨遵指示，谨遵指示。太好了，非常乐意，我会尽力而为。谨遵指示，非常乐意，
伊里丹失去意识了，而且我们得花很多时间才能打开那个魔法锁。非常乐意，我会尽力而为。瓦许女士，来的正是时候。一想到我可能又得在马义夫的牢笼里待上万年之久，就令我难受。伊利丹大人，我们不会丢下你的，但是救你出来的是他们。瓦雪，他们是谁？这个年轻的精灵看起来很眼熟，不过……大人，他们自称为血精灵，以前曾有高等精灵效命于你，他们正是仅存的后裔。这位是凯尔萨斯王子，他和族人来这里寻求你的智慧，并向你宣誓效忠。凯尔萨斯，你来找我是对的，你们对魔法的渴望我感同身受。伊利丹大人，你能帮助我们吗？你能治好我们吗？年轻人，这没办法治好，但是有方法能满足你们的渴望。跟随我，你的人民就能拥有超乎想象的魔法力量。那就一言为定。伊利丹大人，我与血精灵族人再次向你宣誓效忠。起身吧，年轻的凯尔萨斯，你将成为我的得力助手，为我领军出征。主人，你有什么计划？燃烧军团在海加尔山战役败阵几个月后，最后一位魔将基尔加丹来找我。伊利丹，虽然你与燃烧军团亦敌亦友，不过你吸收古尔丹之炉的力量，害我们无法征服这个世界。我之所以来这里，是要给你第二次机会，让你再次为我们效力。伟大的主人，你希望我做什么？我创造出来的巫妖王背叛了我，他居然敢破坏和我之间的契约，脱离我的掌握。不过他的灵魂仍然被困在寒冰皇冠的冰封王座中，为我消灭他，我就会实现你内心的渴望。没问题，伟大的主人，没问题。在达拉然的时候，我本来想用萨格拉斯之眼融掉寒冰皇冠附近的冰帽。如果那个法术有成功，巫妖王就会永远消失。但是该死的夜精灵却在那时插手，结果法术扭曲了，我因此失败，只好逃到这个荒废的地方，免得遭受基尔加丹的怒火波及。现在如果我还想在这边度过流亡生涯，我们必须确定这个地方没有基尔加丹的眼线。很久以前，在德拉诺爆炸之后，有一个名为马瑟里顿的残暴深渊领主，他集结残存的兽人，把外域变成他的势力范围。从那之后，他的部队就日益壮大。怎么可能，主人？如果世界爆炸时，大部分的兽人都丧命了，他的部队怎么可能壮大？年轻的王子，虽然这个星球因为太多传送门而四分五裂，但仍有不少奈祖奥的空间之门留了下来。马瑟里顿每天都会引诱一些倒霉的恶魔穿过门来这里。那我们必须永远封住这些空间之门。没错，我们得找出其他的空间之门，然后我会亲自封住他们。等到门全部关闭，就能攻下马瑟里顿的黑暗堡垒，然后这片外域就是我们的了。马瑟里顿的部队包围了那座德莱尼村庄，要是能击退他们，德莱尼就会加入我们的行列。我是阿卡玛，德莱尼的大贤者。伊利丹大人向我们保证，只要我们誓死效忠，他会为我们解决长久以来的敌人。
这些该死的兽人听命于可怕的深渊领主马瑟里顿，西边的黑暗堡垒就是他的领地。这些兽人在他的命令下不断猎杀我们，导致我们濒临灭亡。现在有了伊利丹大人的力量，我们会一举夺回我们祖先的土地。大贤者，我们也是伊利丹的部下。很好，陌生人。主人，我们成功了，空间之门全都关闭了，这下子马瑟里顿无法呼叫援军了。的确，但是他手中的军力还是不容忽视。凯尔萨斯要攻下黑暗堡垒可不容易，我也没别的办法了。马瑟里顿大人，敌人逼近了，这群恶魔力量的新手就只是凡人的虫子罢了，没人能抵抗马瑟里顿，我才是万域之王，任何敢挑战我的人马上就会因为自己的愚蠢而后悔万分。这几年来马瑟里顿越来越强，不过他很少有机会碰上真正的对手。这头凶猛的怪兽如今变得颓废自负，不可能敌得过我们的谋略和斗志。主人，这会是光荣的一战，虽然马瑟里顿兵力强盛，但是战士们都准备好为你拼搏到最后一刻。凯尔萨斯，看到你的手下这么忠心，我十分满意，他们的精神与力量经过了这片荒地的磨练，他们可能光靠勇气就能。伊利丹大人，新的援军出现了。伊利丹大人，我们听候你的差遣。我们德莱尼对抗兽人以及他们的恶魔主人长达好几个世纪，如今终于能够永远地解决他们这些祸害。阿卡玛，我答应过你会帮你的族人复仇，今晚我们就会举杯庆祝。瓦许，凯尔萨斯，下令发动最后的攻击，复仇的时刻来临了。邪恶逼近了。陌生人，我不认识你，但你的力量十分强大。你是燃烧军团的人吗？你是派来考验我的吗？我是来取代你的人。马瑟里顿，你只是个老古董，不过是旧时代的幽灵罢了。未来是属于我的，从这个瞬间开始，整个外域都得臣服于我。听好了，你们这些胆小的家伙，我是你们的统治者，我是至高无上的伊利丹。瓦许，那是什么？这场风暴是从哪里来的？笨蛋，把你的头放低点，有可怕的东西逼近了。愚蠢的小混蛋，我要你去毁掉冰封王座。你失败了就算了，居然还以为能够躲在这片废弃的荒地里。伊利丹，看来你没我想象的那样聪明。基尔加丹，我只是碰上一点小挫折，我正在集结我的部队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消灭巫妖王。真的？你的这些部队的确有点说服力。伊利丹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
毁掉冰封王座，否则就准备面对我永恒的愤怒。看来躲在这里不是最聪明的决定。总之，我们还有任务要完成。你们愿意跟我前往冰冷的死亡之地吗？伊利丹大人，那家听从你的号令，无论你去哪里，我们都会追随你。主人，血精灵也听候你的差遣，我们一定会打倒天谴军团，并且听你命令，毁掉冰封王座。要是你敢进入我的世界，你还没……那不是我的台词。哎呀，不该收你当徒弟的。